好，镜头回到台湾啊，带你看到这个最新的热血的画面。在昨天呢，有100多个骑士，他们在雨中 DIY， 把自己的爱车就像这样打扮得闪亮亮的，而且他们骑乘要把圣诞节礼物送到小朋友手上。哎，开始骑咯。不为外头刮风下雨，一群骑士们穿着雨衣，骑着荧光单车，在寒冷的夜晚展现闪亮亮的爱心。骑车离开前，他们才将满满的圣诞礼物送给小朋友们。就很感动，就是给家人自己给的不一样。送完礼物以后，荧光骑士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小黑盒，里头都是让宝贝爱车发光的必需品。虽然 DIY 起来一点都不简单，但所有人还是绞尽脑汁大搞创意，造型跟爱心全都不落人后。那我们就把它结合荧光，然后还有音乐，然后让温暖就是带给我们的小朋友，都觉得还蛮有意义，然后也很酷。最后这100多台的荧光单车就继续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，并且保证他们还会再来。